干就是小骑兵啊，小骑兵进化，然后随便把那个盾弄掉，然后就可以走脸。小骑兵点点三嘛，然后进化变成五嘛，然后加圣眼天使三。那有两种打法，一个就是全场少一点的星之奔流加上消失，等于说刚才那套牌组是 OK 玩的，结果我把它玩烂了，哈哈，GG。哇，这一点伤害，关键。来来来来来，复仇者。完了，对方开始跳了。不过复这一套复仇者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，就是9 PP 才可以稳定收头，在那之前都是浮云。嗯，呀、yeah! yeah! ，到底下一张会抽到什么呢？我好期待哦！复仇者最期待的就是每次的抽牌都是希望。哦哦、对面一个开抽，这边就不要交流，继续走脸就对了。鸡公是就这样。重点就是我能不能撑到9 PP， 撑到9 PP， 然后还要他奶不起来。有点尴尬了。冷偶房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Hello， 安安，好点没？嗨嗨，复仇者的期待。哎哎哎哎，无谋啊，无谋啊，大哥。有了，我有了这一张，两张肌肉下去，因为我怕我会爆。哎，等等哦！给一张，一张玄师可以下去。如果他是丢伊莎菲尔，就超级爽快，我直接十点爆炸。叔叔有了，叔叔有了是怎样？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哦哦，对方没有，对方没有，对方没有是比较重要的，叔叔有了是还可以。
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看看天威的力量。哇，还一个神奇蜥，欸，我位置够不够啊？有点尴尬。ご主人様はお掃除モード。还是得丢一张的宣誓傀儡，对不对？有魔海我真的就白了。哇哦哇哦哇哦，说好的魔海呢？我已经期待是魔海，你怎么给我看这个？哇，太猛了吧，真的太过分了。这是强行要 highlight 就对了。谢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